李小龙截拳到自卫术，李小龙截拳到防身术，侧面偷袭的防卫。掐脖插眼反击，二勒脖插眼，三抓发插眼反击，四骑乘插眼反击，五劈刀外挡插眼，六劈棍侧闪插眼反击，一正面抱摔头顶反击，二背后抱腰头后撞反击，三抓手侧撞头反击，一双手抓腕提裆，二连续后撤横提裆，三前仰后提裆，四把手撩踢裆，五双手抓腕倒地蹬裆。第十招低头大摆拳，对方大摆拳，我低头左护头，同时右拳从上往前击脸。第九招双掌拍耳，对付掐脖双手外挡拍耳。第八招牙咬手腕，对付勒脖我低头牙咬手腕。第七招插喉，对付骑乘砸拳右手指关节插喉。第六招头撞面部，对付抱起我头撞面部。第五招肘击下颚，对付大摆拳我左挡右肘击头。第四招膝顶膝窝，对付预抱我右膝顶胸。第三招手掌拍裆，对方挟持我打腕拍裆。第二招插眼，第一招抓腕踢裆，对付刺刀我后闪抓腕踢裆。二
二，掌机下位。三，盖房顶肘。四，后闪趴。五，攀击系统击。六，下潜组合拳。七，正蹬牙击。后闪高扫。九，蹬腿飞膝。十一，拉腿后摆。十二，拉腿肘击。十三，摆钩摆。十四，拳膝反击。十五，撤步高扫一。撤步后高扫。十六，拉腿扫肘。十七，十八，转身肘击。十九，拉腿肘膝。二十，抱腿别摔。二十一，抓手正蹬。二十二，抓手勾拳。二十三，背拳顶肘。二十四，转身背拳。二十五，膝肘反击。二十六，前踢下额。二十七，格挡击裆。二十八，拉手正踢。二十九，降龙摆尾。三十，调肘后踢。三十一，手刀砍脖。三十二，折臂制服。三十三，拉臂肘击。三十四，摆拳反。三十五，攀颈撞膝。三十六，正蹬咽喉。三十七，回马后踢。三十八，侧踢鸡肋。三十九，双掌拍耳。四十，叉眼翻身。四十三，正踢胸。四十四，抱腿蹬腹。四十五，踢腿抱头。四十六，直蹬腿。四十七，收腿边拳。四十八，收腿肘击。四十九，拳击侧踢。五十，收腿跳膝。五十一，背拳侧踢。五十二，撤步勾拳。五十四，外撑底膝。五十五，倒地砸肘。五十六，撤步砸肘。